想见你 APP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Michelle 微诗雅。一句话和大家安利一下电影《除暴》。在2020年唯一一部警匪片《除暴》，我们上映了，希望你们能够进电影院支持我们哦。第一次看到剧本时，你第一感觉这是个什么样的角色？我感觉那女生是那个很强势的女生，然后就不服输的精神在里面。你觉得你在饰演这个角色时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最大的挑战我觉得就是体能上，因为一直以来我就是演那种弱弱的女生嘛，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怎么变成更强，就是我要首先我要增重，然后再锻炼，变得跟以往的我不一样。在拍摄前会做什么准备或训练吗？平常我都不是演那种武打戏，所以我身体也还有就是我不懂打嘛，所以必须要早一点进组，所以就跟他们锻炼。你觉得这个角色本身和你本人有什么相同点和不同点？我也是挺不服输的那种，我在一般男的里面我会觉得女生为什么必须让人感觉要被保护，不是保护人呢？不同的就是外形上吧，还有皮肤，因为演的时候导演跟我讲，你必须要像那个年代的女生，那个年代没什么护肤品啊，肯定她们皮肤没我们这个年代的女生这么好，所以我就大概用了半年时间，什么都不涂，比如防晒啊、护肤，还有护发。我也不会对做面膜啊什么，所以那个拍的时候皮肤特别差，然后导演说我就是要这种真实感。留意到一些拍戏的花絮，其中有一场是你抱着小女孩头撞到地的戏，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？其实那场戏就是有一个小女生我们要救她，然后刚好爆炸了，所以我就抱着她然后扑倒在地上。1、2、3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小孩子，然后我就很心疼他，如果他头撞地怎么办，所以那场戏就是刚好跟我真实的很像，就是我必须要保护好他。拍戏中容易遇到受伤的情况，有人认为不该分享到社交平台上，觉得分享的明星是卖惨，有人认为应该分享到社交平台，让大家看到演员不容易的一面，你会怎么想呢？因为有些人是不喜欢看的，有些人是喜欢看你们的幕后花絮，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想这么多，人家想不想看，只是你想不想分享。留意到你的微博有提到想尝试拍古装剧，古装剧表现形式比较局限，你对自己演技方面有信心吗？其实我没有想太多，只是我想拍点古装，因为我没有试过。很多类型的角色我也试过了，我觉得，但古装真的没人找我，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好想演一下？因为还有一点就是，很多人跟我讲古装很苦，因为你化妆弄头发的时间比较长，还有就是你弄完以后就不能休息，因为你不能躺着睡啊。然后，对，所以我就想试一下有多苦啊，因为我是那种什么的都想试的那种人。对于女演员出演动作戏这种力量型的角色，大多数观众认为会比男演员难度系数大很多，对此你怎么认为？确实，你说，因为毕竟男跟女的不一样，体能上也不一样，可能我们要，锻炼的时间会可能会比较长一点。有关注到你的油管账号，有一档节目《喂食攻略》，是专门寻找美食的，看来是颇有研究。你有特别欲罢不能的美食吗？我欲罢不能的所有东西都是欲罢不能的，辣的、甜的、甜品、肥的、油的， 我都喜欢，所以对我来讲所有能吃的都是欲罢不能的。2020年即将要过去了，你有什么遗憾或今年还没完成的事吗？因为电影差不多上映了， 我想就是电影能大卖，这是我的希望。想问诗雅，快过生日了，你有什么愿望呢？我愿望就是除暴能大卖大卖大卖。想问诗雅，在北京这么多天吃到最好吃的或者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？其实还没开始开吃了，因为一直在做访问，我不敢吃太多，
但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吃一下羊肉串，因为我记得小时候过来的时候，就有很多店是专卖那种羊肉串，然后有一些叫什么腩的东西，然后我就记得特别好吃，所以我想如果结束三强气候，我就可以开吃了。还会尝试像《叹息桥》这类型的网剧吗？网剧我是继续想演的，因为一般来讲我都是拍电影嘛，然后我就觉得分别就是电影可能时间比较短，我觉得那个过不够瘾，所以我想如果可以拍电视剧拍几个月的那种，我就觉得好好玩，所以如果下一次有机会的话，我也会继续尝试的。夏这么瘦，会有减肥的苦恼吗？我瘦吗？我一点都不瘦，好不好？减肥是苦恼，这一个苦恼，我相信是每个女生都在经历的，然后好像是人生不能停止的一个阶段。如果有女生在路上叫你老婆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女生啊，嗯，叫我老婆，我会喊她老公啊，立马回她。是这样吗？好，老婆，老公怎么了？离婚。抖了，都已经。是啊，姐姐普通话这么好，我们来玩个小游戏吧。好吗？普通话逗我吧，你们好玩。44，十是十，14是十四，40是40，莫把四字说成十，休将十字说成四。若要分清40和十四，经常念说十和四。很快到烂，明星专题，一人入住互动社区，爱心打榜，福利赠送，粉丝应援，直播 live，定制商城，追星就上想见你 APP。